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地上扛的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这条路谁家？别问我家乡。还是来自地球，生活好像是你们一伙的里边一个哥们唱的，是不是？对，是吧？叫游长靖，是不是？他叫游长靖。游长靖，他叫我的我。这名字也是挺嚣张的啊！这谁给起的？哎，九个人不是有个什么团吗 ？9%，9%，就他们啊？哦，九个人一个团。对啊，对对对，解散了吗？解散了吗？这不还咱们节目了吗？不，他不是，他等于来不就单飞吗？算是。对呀、啊，就是单飞了。我们那个，我们在准备专辑。哦，哎，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火车少女的。火车少女的。火车。安哥，安哥，你是没微博不怕挨骂啊？啊，我没微博。我是不敢接这个话。为什么？到时候这期播出，全都是。我们是火车少女，我们是火车少女。韩哥好，大家好，我们是火箭少女101。哦，火箭少女，对对对对。哇哇哇！我们是火箭少女，王涵道歉，李诞道歉。这个是什么声音啊？他们的粉丝那么高粱的？高粱。他们粉丝就是开玩笑，他比较容易当真。我真不是开玩笑的，我真没想起来。哥，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好吗？我真没有。韩哥是开玩笑的，韩哥绝对是开玩笑的。那个什么火箭少女不是也那个了吗？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他们的歌，听过吗？嗯，燃烧我的卡路里不是小 S 的歌吗？哥，好乱，好乱。哦，是他的歌啊。我因为我的确不那个，不是，你是无所谓对吧？反正你江湖地位在这儿，也没有人敢说你啥。不是不敢说。我们还年轻，哥。不是，他们不是不敢说我，他们说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无所谓，是吧？不是，确实没人敢说你。我们还年轻，我们老是。他们说了你会怎么样呢？我不在。这个现在就能吃，现在就能吃，你掰一颗。韩哥总喜欢给我们吃这个，韩哥给的东西你也敢吃？谢谢啊！哎，不客气，大哥。谢谢大哥。野生厨房有一个准则，韩哥给的东西不要轻易吃。耶，好丰收的感觉。就这么顺利的结束了今天早上的食材采纳。走，走。哎。What？什么？你们怎么就走了，韩哥？是不是落了点什么？哪个导演想的破玩意儿？太破了！你们这个出场方式是不是太浮夸了？后期会做特效。后期肯定会。走，给我们回家吧。他们俩来了，我就放心了啊，因为这俩都会做菜。只要是湖南女孩子就会做饭，只要是湖南女孩就会做饭，所以我们几个人今天的工作就是做俩字儿，坐着闲着。太好了，太耶耶！走，上车。就简简单单吃一下，然后太简单了吧？这个也算很丰盛的了，在、你想吃啥？你想吃火腿肠还是方便面？哎，这白菜吧，这是白菜。啊、白菜那边园子里有很多啊。我觉得北方白菜好好吃啊，我就每次爱吃那个酸菜粉、白肉、还有那个酸菜水饺，嗯，好好吃。酸菜饺子。严姐，
来，这次你一道都吃不到，有玉米就别挑了。哎，你们知道小菊的组合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耶。会被骂吗？啊，你们怎么都是这样，第一反应都是这样啊？对的对的。我刚才不小心说了一个，哎，那个火车少女，他们就说我了。火箭少女，那我知道。我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说，他们不是说有个叫月华妻子吗？啊，月华妻子我知道。我天，我说为什么要请月华的妻子来呢？月华的妻子，啊，你这个好像还上热搜了。对，我说月华的妻子一定很漂亮吧？后来知道又有昆英四子、香蕉六子。哎呦，哎，香蕉妻子，啊，妻子。完了，这段一定会剪进去。韩哥，韩哥，我也是香蕉。他就是香蕉的妻子，哦，你就是香蕉的妻子，啊。没有没有没有，加我的话，那就那还有有长进，那就九个人。我们现在是 9%。9%男孩，是吗？佳妍现在在拍着戏吗？没有，11月初。柳岩，你呢？就做节目？在美国念书。你学什么呢？我学语言。So you speak English well, no? I'm striving to learn more English. Yeah, I'm working on it. Yeah, okay, cool. 李诞最喜欢在节目里面飙英语了。其实英语就是要讲，反正脸皮厚一点。Yeah, just talk. Don't mind if it correct. Just talk. 什么什么 ？Talk straight. OK. So straight. Yeah. 现在要吗？你不吃了？谢谢。我吃完了，他在那掰扯着玩呢。蛋哥，要不我分享一点给你？大可不必。谢谢，大可不必。Little orange, I got you. Thank you. 但我们应该在东北，就是讲英文有点怪怪，应该讲东北话。野生山核桃。野生山核桃。English 吗？讲东北口音。那他 talk 应该是英东北 accent 吧？东北 North East accent， 他人那地方口他。好厉害呀，啊，大哥，你好才华！你还可以讲我们湖南英语。咋是他 talk？ 我操，又读音孬了。孬了 ，I love you, sir. I love you, sir. 那很好笑。我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我也觉得。那要不我们停路边搜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无所谓的，哎，无所谓。那也不行哎。I got you. Thank you. 但我们应该在东北，就是讲英文有点怪怪，应该讲东北话。野生山核桃。野生山核桃。English 吗？讲东北口音。那他 talk 应该是英东北 accent 吧？东北 North East accent， 他人那地方口他。好厉害呀，啊，大哥，你好才华！你还可以讲我们湖南英语。咋是他 talk？ 我操，又读音孬了。孬了 ，I love you, sir. I love you, sir. 那很好笑。我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我也觉得。那要不我们停路边搜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无所谓的，哎，无所谓。那也不行哎。快乐，你快不快乐吧？我就问你。不是，快乐就完了。韩哥也累啊，一直看。没事没事，韩哥。真的开回北京是吗？父母辈的人不会累。我们没事。对。哦，你看，真的走错路了，前面在修车。哦，真的哦，完了，完了。哦，真的完了。咱们已经走错了，咱们怎么办？真的走错了。没事儿。昨天我们要不要问一下那个地方？可以问一下。四连在哪儿？四连，叔叔，四连在哪边啊？走过了。哎，完了。完了。那我们要掉头是吧？对，掉头，往回转。好嘞，谢谢啊。今天我看着你看雪飘落，怀着冷寂了的心，我飘远望，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下望你与我，我去便谁会再变？
这一生把给风中我一起摇，也会怕有压力会跌倒。他们来了真的好有效率哦，我力量大嘛，关键是那个姜岩特别能做，一听就觉得是家里有女主人的，以后找女朋友就要找一个这样的姐姐类型的，可以照顾你啊，给你弄吃的呀。生气了，这姑娘，我爱听这声。不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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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你有什么我要？这种程度可以吗？可以，太棒了，这挺好玩的哈。还不错，蛮舒服。